哟，小娘子，老高要见万金不弄了。是呀，但是这小的见钞票，心里从来没晓得想一个事。哎呀，你要求太高了，人家顾家的男人都穿男装啊。嗯。夏师傅。哎，哪能？我觉着我头发还是不均好看。哎呀，小姑娘，侬哪能讲比就比个啦？头发均好5分钟还不到。 侬别到厕所了，快困下来，困下来。侬要紧伐？ 侬夜拿高头衣裳干了，就帮侬收下来了。谢侬，侬别阿拉老公也要好，伊拉屋里个辰光从来没收过一件衣裳。别都好了伐？嗯，好了，其实实体真个勿好意思。侬别头小料地方实在太好，汏也汏勿脱。勿要勿好意思了，坐下来陪我讲些闲话。去看看阁楼伐？ 听阿拉爷爷讲，搿物事要用台皮最好调哎。勿搭界，搿是老高从船浪向带来的。嗯，味道有点怪，不过瓶子还是蛮好看的，可以送拨我伐？勿来三啊，我要拿伊当花瓶用来。 快去那卡布那头。 最好不要搂起啊。
好像要帮你养养猫嘞。这个地板缝到老多。哎，这个看得老清爽。侬个手臂哪能介细啊？帮阿拉老高勿好比。啥人啊？是我。2点有得批新的面到了，阿拉爷爷叫我来问声，侬想要伐？我现在就要去买了。等一下啊。狗粮、整粮都是最长的超到里下。侬是不是拿一本三个立方书拿脱伐？啥三个立方书啊？我勿晓得。勿要这样讲，是不是侬拿了？侬巧克力吃伐？勿要岔开话题，我勿要吃巧克力。侬会得吃香烟啊？侬过大过愿意吃香烟啊？本身我想看，阿拉屋里向有老高从船浪向拿来个龙虎豹，不晓得比搿本书好看几百倍，彩色，全部脱光。真的？一听到全部脱光就起劲了。十来号，快点！来呀！Thank you.
梅梅，梅梅，啥事体啊？侬可以拿侬讲一本《龙虎宝》借拨我看叫伐？我已经困了，明朝好了。我刚刚辣盖天井里向看到侬屋里向灯还亮了的。等不及了。我可以蹲辣侬屋里向看伐？我怕被阿拉爷爷看到。侬事体哪能介多了？看够了就困一晚去，我要困觉了。我可以看看侬啊。那不天天来看吗？我想看看侬不穿困衣的样子，可以吧？侬是刚刚看了噶许多丑酷酷女人吗？还没看够啊？就看运气好不啦？看哪门马去？阿拉妈来贵州。搿能去看那班级里向女同学去？伊拉还没发育好嘞。瞎讲！高中还没发育好，我读高中的辰光，有高血脂的老头子鼓捣我啊，读也走不动。伊拉侪是书读读呀，就算倒退拨我看，我也勿要看。是伐？侬拿眼睛闭起来。哎呀，哎，可人家老难过。过来。要咱俩能快到了屋里晓得吧？没看到，我刚回来。这小人加矮了，跑到啥地方去了？给明明听到你叫他来看电视。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啊？等于拉跑的。我想等了侬屋里向看龙虎宝，好吧？我今天摆摊，好了，有人打架打到我了。好了。哎呀，我叫人家。打扰了吗？你先睡吧。我到沙袋高头躺，我等下要上班。
要吗？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我最讨厌像你这样的鬼。下趟不要再来问我要了。我说你到门口。放他。为啥？你答应话。那么看他张胖子身体咋了？我都想看。快等等。张胖子在刚病子，以后看到啥没了？就所以啥也看不到。阿拉老公马上要回来了，侬晓得吧？很晚了，你还不回去睡？干嘛来看私奔？私奔？奔到啥地方去啊？阿拉可以寻只没人的地方开办理发店。啥人也寻不到的地方，跟侬去帮啥人剃头？跟侬一天子夜到头，为啥要对我搿能介？要是信我，对不起你。蓝蜜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他去啥地方？啊，去了一趟意大利。过来意大利啥门子回来？意大利。一点小东西，小东西。哎，我来。很重的。哎呀，不重不重，都是给我的嘛，走。哟，小丽，练身体呢？不过营养也要跟上啊。老高，阿拉走了啊。啊，那好那。好，继续走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。要参加做和尚啊？听年极光的风凉。嗯。搿老高带了美国巧克力，伊讲拨侬补补营养。我勿要啥。搿侬要啥？我要侬。来来来，抽烟抽烟抽烟。哎呦，中午烟，老高叫啥喜子啊？今天带老婆去检查，怀孕了，谢谢啊、我要当爸爸了。恭喜啊！哦、当爸爸了，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恭喜恭喜！哎，喜事儿、嗯。不抽烟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不抽烟。这几天就看他不对，今天结果出来了，果然有了。嗯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你哦，恭喜你。回来请大家吃饭。对，啊、好的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把蓝蜜送到我妈家去。多长时间回来？哈，等小孩生出来就好了。嗯，我好像还有一件衣裳晾在晒台上，我要去拿一下。恭喜你做父亲了。假使下趟我要抱着小人来看侬，肯定会得叫小人叫侬声爷。当辰光侬还好。